盘点十七个社会性社死瞬间。水，喝一下。喝一下，快点，给他喝。你不要碰嘴啊。好久不见 ！Oh my god！ 我的妈呀！完蛋了！完蛋了！完蛋了！她老公回来了，这下她能吗？完了吗？老板买单了，老板买单。一共是125.5，你们有没有找零？天啊，这都是零，你要找谁？不好意思，我找零钱。你今天是赶集钓鱼，老子今晚上不得让你回来，是不是？花钱，老子今晚上让你进那屋，老子跟他离心，滚回来，花钱。粘着一个毛毯，然后他放在金边上，男的打个电话然后去叫，就摔掉了，就不能白白浪费，然后他就捧了尝了几口。都会有一个非常困扰我的问题，就是大年初一我都要去见一个年纪很小的小叔叔，他年纪有多小呢？就是。我努力一下子那么的生出来，因为我爸辈分很小，我的辈分就更小，他今年没有我嘎鸡摸高，就他小的时候我们还开玩笑可以叫一叫，他现在稍微长大了一点，你知道今年开始用那种小孩扮大人的那种口吻开始跟你讲话，就是来啦，来拜年了，别，我不想干，别叫不出口，越来越羞耻。你回不回嘛？我上头都望呀望一望的，假装欣赏欣赏一瓶花。像你那么潇洒就好了。我说我想做的事情，却做不到。该吃吃是该喝喝呀，别等到一见面，人家胖10斤，你胖5斤，好整的好像咱家条件不好似的，造就完了。